花火，你干啥呢？别不好意思。采奶去了，老觉得自己就是个宝宝。花火，羞不羞啊？采奶。天天都抱小猫，没人抱它，心情失落，还跟小猫玩，没人跟它玩。抱一只小猫进去踢一踢呢，它已经当爸爸了。来找爸爸去，胖虎，你看看你，这是啥？你都当爸爸了？不可能，它不是我的，它不是你的是吧？一定不是你的，又吃奶去了，这咋还吃奶去了？那小猫怎么吃奶去了？那有奶吗？胖虎很少这么温柔，你看着，虽然脚搭在身上，但是也没有拒绝。胖虎啊，真棒！刚夸夸你，你看你，再看这两个。自从大白、大宝把这个大王子当成他的孩子了以后，这大王子天天来找奶，大宝根本就没有奶了。但是这样也好，大宝绝育了，这样给他一个安慰。大宝现在表现出母爱呀、啊。好了，我看看你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别急，我问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吃，你先别急，我就问一句话，别急，我就问一句话，哎呀，不行，他太胖了，我拎不动他，来啊，出来，来，采访你一下，你吃着奶了吗？吃着奶了吗？你吃着奶了吗？不接受采访啊？不接，不是你吃着奶没有？真有趣了，你给我回来！真有趣了，走啦！